牛年到，喜迎门，有滋有味过大年，新春佳节给您拜年。这几天家里的年味大餐里肯定少不了各种美味，谁知盘中餐也要给您送大餐。两位大厨将给您带来三道暖心滋补又营养的年味佳肴，首先登场的就是滋味十足热辣劲爽的羊肉火锅。咱当为暖男，这锅你知道我这锅多大岁数了吗？杜老师今年20，和曹震老师加起来之后，我这锅70岁了已经。我这锅都70年了，真的呀、真的。我这道菜里面有3个暖宝宝。此火锅并非普通涮羊肉，而是在红油重彩的红焖羊肉里再涮上时令的蔬菜，吃的是热闹和暖心。三个暖宝宝，第一宝就是火锅底料里绝佳配料。只要它出现，你就会心甘情愿变成一个被饥饿冲昏头脑的人。第一宝，走。一锅辣椒是挺热闹的。什么叫一锅辣椒啊？它是一锅煮辣椒，这才准确。我们之所以给它煮，是让辣椒吸收水分之后让它回软，回软之后一会儿和大蒜搭在一起做什么，知道吗？糍粑辣椒。漂亮哦，糍粑辣椒。贵州啊，还有四川都很喜欢吃，都会用到这个糍粑辣椒。直接您就放在这个捣蒜器里边，加上大蒜，给它捣碎。这是我们的暖宝宝第一宝已经可以了。糍粑辣椒也可以作为普通蘸料，拌菜炖鱼也必不可少。而说到重口味的巅峰，即将登场的这碗酱当之无愧。那锅里烧热之后，这边用到的就是姜，姜和洋葱，这个量可以多一些，泡紫姜加上一些酸菜，糍粑辣椒。那接下来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重量，这个是我独家秘制，又是多少种在一起是吧？有了它啊，您想做这个羊肉啊，啊，想做牛肉啊，啊，都没问题。要想知道啊，一般人我还真不告诉他。豆瓣酱、柱侯酱、甜面酱组合成的秘制酱料，有了它，羊肉锅想不香都难。然后加入，你看我这是用羊骨熬的汤，羊骨汤。直接下锅。吃火锅，汤底就是鲜，一汤得道，一锅升天。而火锅的魂就是这上等的带皮羊肉，非常的鲜，鲜亮分明，层次分明，非常好的这种粘性。如何排出羊肉中多余的油脂，变成了接下来的拿手好戏。简单的煎一下，对，主要的目的就是去除它的腥膻味儿。哦，通过这种煸炒，寒风起，羊肉肥。哦，这个时候吃羊肉啊，补精血、补气血，又滋补，还能暖身。哦，所以它补，所以它暖和，是吧？对呀，是吃羊肉最好的时间。啊，这会儿就要加酱油。上色嘛，对，这会儿上色，增加它那种豉香的味道。不是加到那个你的锅底里面吗？对，就是这种煸炒，可以看一下到底出来多少油。看看看看。这么多，一两锅油得，原汤直接加入，嘿，带劲哎！哇，哎，我估计喜欢吃辣的像曹震这样的，也真的肯定欲罢不能了，哈哈，口水都快下来了。哎呀，但是怎么就看不出来滋补呢？我还是替你担心啊！别着急，开始出第二宝啊！第二宝什么？白胡椒，胡椒。哎，而且这个白胡椒的量呢，我们要多一些。对，喝羊肉汤加胡椒更香哈。来，不仅仅是香，而且能滋补，而且还能中和它的羊肉的那个火性。羊肉配胡椒，滋补的功效全在这锅里。羊肉本就是很百搭的食物，可有一样，炖羊肉的时候千万不能加，否则这一锅汤可就白白浪费了。那是不是什么花椒啊、大料、稀里哗啦多放点更香啊？哎，不行不行啊，那你可瞎放了。有句话你没听过吗？啊，叫做猪不椒，羊不料。哎，猪不椒，羊不料。哎，在行，是不是？这是您给他解释解释。是说猪肉不要放花椒啊，做羊肉的时候千万别放大料。
没错、哦、因为如果放大料的话，第一会很影响羊肉汤的那个鲜味儿、哦、而且呢汤汁还会浑浊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没错，这个我跟您说啊，还真是糊弄不了您了。哎，感情你以前老糊弄我还咋的？没有没有，以前也没敢糊弄您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把它转成小火，您就耐心的等待1小时20分钟。这时间啊也差不多了，来来来，关键我这个第三宝啊，对，也正好了。暖宝宝在哪儿呢？暖宝宝，别着急，咱先看看这个肉的状态。哎呀，您看看，就这羊肉，哎呦喂，哇，哎呦喂，层层分明嘞。这种胶原蛋白的含量，感觉到啊，绝对美容，滋补解馋啊！对，这第三宝是老爷子给我推荐的。哟，那厉害了！您往这儿看，认识吗？西洋参吗？这个就是第三补啊。当归。当归。哎，放下来，加上几片当归。当归是一味非常重要的活血养血的中药，冬天温补的药膳汤方。这可是好东西吧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劳医生开药方，不劳咱们这个老教授开药方了啊。那这萝卜也是老教授给推荐的、嗯、这会儿我加入这个你羊肉当中，哎呦，就这一锅我跟您说，就看到这儿，您这要来上这么一碗，哎呀，羊肉和白萝卜真的是绝配，绝对是绝配。萝卜的凉性中和了羊肉的热性，一凉一热，火锅里自有养生的道理。吃火锅，您最好放弃矜持，才不枉对抗口水淋漓。油烧到60%热，麻椒辣椒您别吝啬，走。哦，先这样。哦，快速的炸一下。最后我跟您说啊，提香增鲜。青蒜。这才像火锅嘛！哎，您往这儿看，干净。这才涮锅子的感觉嘛！来个来点豆腐啊！豆腐。哎，第一次涮锅子，大厨亲自给下菜的。羊肉火锅滋补又暖心，这道经典大菜一定要来到您的餐桌上。过年吃鱼，年年有余，年味大餐一定少不了的主角就是鱼。今天的鱼来头可不小，它可是千岛湖的大鱼头。千岛湖风景秀丽，湖水清澈，养育了这里的大鱼，个头大，肉质鲜美。千岛湖有道桌桌必点的菜，砂锅鱼头，做法简单到让人难以想象。只需要在砂锅中加入足够的水，放几片姜，将新鲜的鱼头放入水中，不用再添加任何调料，就这样足足炖上4小时，鱼汤的鲜美，鱼肉的鲜香，就会溢满整个口腔。奶白的汤汁，软烂的鱼肉，慢慢的角质在锅中颤抖。今天夏大厨带来的砂锅鱼头烙饼，他又会用什么来做这个大鱼头呢？今天就要把经典中的经典拉下神坛，分分钟在家学会经典的鱼头泡饼。这可不好做，我觉得很难的呀。我跟你说，难不难就在于夏大厨这手里的一碗酱，酱好吃不好吃全在他，就在他呀。没错，五花肉先加五花肉，霸气，补充点动物油。是的，鱼类可能还是稍微清淡一点。好了，锅里边的这个肉呢，一定要煸出油脂来，让这个肉有一些的焦黄状态的时候，你想想那个肉渣煮在汤水里边，它香不香？香。哎呀，所以说要增加这种鱼类的那种肉香、啊、哎，没错，复合的香味，真大块的葱姜蒜，姜蒜一定少不了。那我们还要芥香辣椒，嗯，那边那个没长头的经常使用啊，他要的是他的辣，我要的是辣椒的香，嗯，不要加多，而且提前拿水微微浸泡一下，让它缓慢的释放辣味儿。哟哟，鱼头怎么这么好吃？哟哟，因为用了千岛湖的鱼头。哟，你每次做千岛湖头都这么开心吗？那咱们这个夏大厨2亿的独家秘制的酱料，一点都不要吝啬啊！你这都是什么酱啊？你得说呀！我跟你说，我这个是有 A 酱、
B酱，还有 C酱和 D酱，怎么能吃出不一样的味道来？就是一个酱。对 ，A 是啥呀 ？A 是啥呀？我猜猜啊，甜面酱。没有。猜错了。豆瓣酱。没有。干黄酱。让你蒙着一个。什么叫蒙啊？这叫知识渊博。大家记住了 ，A 是干黄酱。夏大厨的独家酱料就是干黄酱、海鲜酱、香辣酱和豆瓣酱。我敢说，我做出这一个鱼头，真是您千万别离太近了，二里地以外，那香味瞬间飘过去了。我跟你说，这牛吹的有，你也知道在吹牛是吧？有骆驼我不吹牛。哎呀，那现在我们漂亮的千岛湖鱼头，请入锅。杜掌门，真的。你就看看您这张小脸儿，回头我可以吹牛说，哎，人家脸很小的，比鱼头都小。而且你看，越是野生的鱼，它你看鱼头整个都是很黑的，漂亮，对不对？哦，也是野生鱼的一个鉴定标准。那么大的鱼头，不做任何去腥处理，能行吗？鱼的腥和鲜就在一线间，杜掌门教您如何钓鲜。看到我手上的这一碗，这叫什么？曹老师，螺丝，还真认识啊！千岛湖螺丝入锅喽！大家说味精为什么鲜？其实里面就是含有谷氨酸钠。哦，谷氨酸。其实我们可以从天然的很多食材当中来摄取这种东西。比如，就比如说这种小螺丝就非常的鲜美，海带、海底，更天然味精。对啊，你不信咱问问张教授。说得高，螺丝肉确实含有多种成味氨基酸，它的鲜味。就从这儿来，同时它钙含量远远超过牛羊猪肉，所以它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鲜美食材。你看看，大自然的恩赐，没错。好了，那咱们汤开锅。做鱼放水可是有讲究的，您知道吗？要如果说吃肉，就必须是放凉水；如果喝汤，那一定要加开水。哦，你看看，白汤才会更加的明显。哦，这个意思。那咱们鲜味儿这还不算完，还有咱们在家里边常用的蔬菜，如果放到里边，它也能够增鲜。有一种蔬菜是鱼头泡饼必不可少的，您知道是什么吗？它能够闻出青草的香味儿，能够闻出青草的香味儿哈。你不记得咱每次吃这个砂锅鱼头的时候，里面必放的就是青椒，真的一定要有。没错，你连切都懒得切哈。只有这样慢慢的揉捏，整条放到汤锅里边，哎呦，让青椒的那种清香味道逐步的散发出来。杜老师，你发现没有这个鱼头？哎呀，这边怎么都这个皮都咕嘟起来了，起来的是吗？胶质，它那个胶质，哎，特别想吃这一块。哎呦，没错，能尝了吗？现在还真急，咱们鱼头泡饼还得够火候。这个鱼头泡饼，这个鱼是要大火还是小火？大火烧开，中火炖制，小火慢煨。啊，好，我想到了。没错，再放上香葱，盖上锅盖，走起。多长时间？耐心等待吧，美味30分钟后即将到来。哎，那还可以。千岛湖的鱼头里有一样宝贝，而且一个鱼头只有一块，您知道是什么吗？杜云老师，这个您都可以完成，把鱼打开。哦，我知道你让我找什么了。找什么？我在千岛湖吃过一道名菜。什么？盘子不大，但是内涵丰富，叫鱼鸣骨，晶莹剔透的，说一条鱼身上只有一根儿。打开鱼鳃。我打啊。打开的。妈呀！找到鱼鳃的位置，哇！我先看到它的鱼云了。哎呦，你看这块好肥美啊！最经典的地方，颤颤悠悠。哎，鱼鳃就是指这块是吗？没错，鱼鳃的主鳃我已经去掉了。啊，我给你留了一根，让你去寻宝。就是这个地方让我去寻宝是吗？没错，把这一整条鱼鳃全部起出来。摸到了，这是好东西。有一条的感觉。哇，我真的从来没有这么弧形，看见了，看到了没有？晶莹剔透的，是几乎是透明的。哇，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取过呢。哇，还挂着点鱼鳃，你看。看，出来了。哎，就是这根，这是鱼里边的宝，我看这宝是什么样啊？还带着这个鱼鳃，就是这一条是吗？对。啊，哎，对，就是这个我吃过的鱼鸣骨，看。晶莹剔透的，扔咱锅里啊！对呀，看到锅里边的鱼头，做成这样了，满的微微啊，香啊，胶
制啊！这一锅诱人的大鱼头，只需增加一味中草药，瞬间就能成为一道滋补的药膳，是什么呢？那咱有养生专家，请教张教授。对，这个很简单，鱼头搭配天麻那是绝配，而且它能够健脑、改善记忆，还有降血压的作用，所以中老年特别适合吃天麻养生，你要是不吃天麻那就亏大了。我做鱼头尤其是做大鱼头我就爱用天麻。是吗？当然了，必放。真的是这个天麻和鱼头就好比如牛郎织女一样，哎呦，真的是绝配啊。那咱们把这个天麻呢放到鱼肉汤里一起煲煮，那这个汤就不光是鲜美香浓了，更有滋补作用。哎，药膳没错，咱刚才说的是叫经典的鱼头泡饼。好，饼对呀，饼从何来呀？哎呦，今天的饼也大有来头，我跟你说，就一张饼就把老好就啪啪啪拍起来。是是，你拿个饼就拍人家。千岛湖鱼头得配千层饼。千层饼，对，那个签子都是签子辈儿的。千层饼好做吗？层层叠叠、外焦里嫩的千层饼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完整过程大揭秘，错过你就亏大了。千层饼就要层数多，擀面皮你就别吝啬，又大又圆还要薄，上面对称划几刀。一角一角叠上去，嚯嚯哈哈，嚯嚯哈哈哈。千层饼就叠好了，入锅烙成金黄色，味道怎么样呢？当然好啦，你学会了吗？从边上捞的，你看这块大鱼头特有的胶质。哇，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，鱼头泡饼。哇，完全都是通过煲煮鱼头本身的胶质完美的呈现，而且你发现没有，这个天麻在里边真是有点睛之笔。哎，真的，刚才有一种淡淡的药香在里面。好了，最后热油一浇，青蒜的香，辣椒的香。经典的鱼头泡饼您学会了吗？年味餐桌上少不了吃大鱼大肉的浓香，过年吃得好一年都兴旺。不过浓油重彩的吃多了容易上火，有什么好食材解腻又去火呢？今天这个麻辣鸡保证让你吃了不上火。鸡肉下锅，这鸡肉下锅之后别马上去翻动它，让它这个有一个预热定型的过程。会干吗？不会，轻轻晃动一下，你看。这样呢，可以最大限度将这个鸡肉的鲜味锁在里边。那今天这道菜呢，是崇仁麻鸡和这个南风蜜橘完美的结合。现在料酒也不放的呀？这道菜就不需要料酒。我就从来没有见过炒鸡肉不放料酒的。今天就让您看看炒鸡肉不用料酒。通过这种简单的煸炒，它变得更加的紧实。真的，你这么炒的过程中，一点肉的那种腥味啊，什么都闻不到。而且你看，它的皮下脂肪含量很少啊，皮很薄。师傅，咱们今天不能光炒啊，你就这一个动作啊，咱得来点别的呀。你千万别着急啊，这个鸡肉色线已经变化很大了。它好吃不好吃，关键就在这个炒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看。哇，好诱人的颜色。这会儿啊，就需要放入豆瓣酱。你家少不了这个的。这个鸡肉的颜色漂亮。哎呦呵，今天咱们用简单的调料烹制不一样的美味。花椒，哎，花椒。哎呀，郝大厨，你终于简约一次了。是啊，郝大厨的习惯是把和辣沾边的调料酱料用着变。这次这么简约，还能做出麻辣鸡吗？简约不简单。哎呀。你能把你下边的口水擦擦吗？亮闪闪的，没有掩饰住，你知道吗？豆瓣酱和这花椒的香味完全出来了。这会儿加入低价熬的这个鸡汤。哎，咱这也是原汤化原石。原汤化原石，对，这会儿就需要一个焖煮的过程，让这个鸡肉和这个辣椒完全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不是说今天要做到解腻不上火的大菜吗？光辣椒放少了可不够啊，赶紧把宝贝亮出来吧。咱这儿有秘密武器，四花青皮。啊，
这就是传说的丝滑青皮、啊。哎，你闻它的香气、哦，很香啊，非常的浓郁。而且呢，用它一会儿和这个鸡肉搭配一起，就可以大大的增加鸡肉的鲜味的同时，降低这个麻辣的口感。哎，这个我喜欢。青皮是用橘子的幼果或未成熟的橘子果皮经过晾晒制作而成，青皮主要的功效是疏肝理气、促消化，平时在烹制肉类食材时加入青皮，不仅能增加香味，还能解腻降火。它是香辣，嗯，但是它的辣度还不够浓郁。那川菜咱们，我就说你怎么可能只用一种辣椒？对呀、啊，辣椒每百克维生素 C 含量高达198毫克，这在蔬菜家族里那可是数一数二的。而且红辣椒富含天然铁质，能提高身体免疫力，增强人体的抗寒能力，预防感冒。所以冬季暖身，辣椒可是首选呀。那这个干红辣椒怎么才能让它出来这种香辣的味道？首先是凉油，不是热的油啪一下能把那个辣的东西爆出来吗？那样你控制不好火候的话，这辣椒很容易就给它炸糊了。哦，那随着油温慢慢升高，咱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，哎，给它变酥脆。哎，一定得尝尝这个，肯定好吃。好吃啊！师傅，您现在怎么能被他所蛊惑呢？不是不是，你看今天动动一直在吃橘子，我看就是为了最后这一下打基础。好，大概是几分钟啊？大概需要两三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。我就有数了。嗯，对了，这个还没让我徒弟尝过。哎呦，师傅，对啊，对啊，真的不辣。呀，你学师法？我不能跟一个川菜厨师比吃辣椒的水平啊！这个很香，能忍，挺一挺能挺。你师傅啊，辛辛苦苦做了半天菜，然后满怀期待的看着他徒弟，他徒弟憋了俩字儿，能忍。看看这个鸡肉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？看看看，三二一，走！陈皮的味道非常的浓郁，对，我上方口都那么的清香，对对，多余的辅料要出来，哎，那这会儿需要补充的就是姜啊，放那么多姜，这带皮的老姜好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，可以驱寒暖身，还能增进食欲。再次补充。丝瓜青皮，嗯，你闻一下这个味道，对植物的那种香气写出来了。这道菜呢，最后还要有一个收汁儿的过程。嗯，这个收汁儿就说我说的大招，这就大呀！好大厨，勾芡也成大招了，不就凉水加淀粉吗？师傅，这确实咱们这弱点儿。别着急，我更有点心虚了。用醋直接去卸生粉。这什么组合呀？这个方法你用过吗？有点意思了、啊。你看，这个醋预热之后，它会产生更浓郁的香气。哦，加上一点白糖，哎，提它的鲜味儿。芡汁是不错看的。芡汁下来之后，你可以闻到这种醋的香气。已经闻到了。最后，所有的蔬菜放进来，可以看一下，让蔬菜再吸收一下酱汁的味道。那这边呢，再稍微补充一些花椒油。哦，这个麻辣，这个麻子又味道出来了，加了一点。好，关火。啊，关火、嗯。对，关火之后再补充上这个辣椒，哎，这个颜色瞬间就丰满了。加入花生米。哦，最后再加辣椒。最后再加上辣椒、花生米，出锅。真有人哎！哎呦，哇，实惠实惠这盘。你要如果说按照这个咱们常规啊，在底下再稍微的铺上一层洁白，一颗粒一颗粒的米饭，哎，辣子鸡盖浇饭。啊！别到这儿说风凉话，一会儿我现在我没工夫搭理他我。好了，是咬着后槽牙呀。嗯。我没想象到他把这个锅清出来后，就该拿锅拍了。今天的年味大餐，您看过瘾？吃过瘾了吗？温馨提示您，过年期间咱们吃东西更要讲究饮食与运动同行，美味与健康同在。最后祝您牛年开开心心，牛气冲天。